如果没有人反对他们之间的爱情的话，我反对。哎，我反对这场订婚。 叶星辰，我爱你。不管我们从哪里来，以后会到哪里去，我只知道，在现在这个时刻，我爱你。 我知道我掉下海的那一刻，是你来救了我，所以我也在想，那我又在害怕什么呢？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，以后不管我们会一起面对什么样的问题，一起面对什么样的黑暗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。 所以，我爱的人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走了吗？爷爷，你现在不能跟我走也没有关系。 戴了戒指，就这么走了？你是说我是你的人了？秒针滴滴答答。 转动的每一下，此时此刻，你还好吗？曾在梦醒时候想起你啊，所有倔强。
间崩塌。假如放下一切，反复这场冒险，现在都这么厉害了，都敢去抢婚了。我不只敢抢婚，我还把新郎拐跑了。那如果庄家把你赶出去了呢？我不怕，有你在。那汤林在针对你呢？你会保护我的。万一我不跟你走呢？那我就再去抢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，反正总有一次你会跟我走的。等一下，所以你不会放弃我，不会不跟我走吧？当然，不会。这边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地方被某个人咬了，到现在还疼呢。这段时间让你受苦了？没有，是我自己自愿来的，你忘了？我记得，和你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我都记得。但无论你是为了心妍还是为了我，我都不应该把你卷进庄家的这个漩涡中。庄家还有蓝海都太危险了。星城，其实我早就该告诉你我真实的身份，但是庄家的状况远比我想象的要更复杂。当年我流落在外，其实是有机会打电话给庄家早点回来，但是我不知道我打了那通电话还能不能活到今天。为什么？你觉得你和心妍的车祸是意外吗？有人根本就不想让心妍活着回来，也根本不想看着我活着回来。你和心妍的车祸，还有17年前我父母的车祸，都是人为的。这
我一直在找那个对我父母背后下狠手，还有把你误以为是心妍绑架的人。不找到他，庄家的一切都不会结束。不找到他，我父母还有心妍的事永远得不到真相。星辰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支持你做的所有决定，我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。曼宁，我支持你，一定要找到当年的真凶，找到他，替我，也替心妍，完成心愿。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以后啊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藏在心里，你不要总想着自己一个人去承担，你要告诉我，让我跟你一起共同去承担，知道了吗？听到没有？我哎，你刚刚才说了什么事情都听我的啊。所以，先从这句话开始。严星辰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我要听你说。曼宁。严星辰，你爱我吗？你觉得呢？骑着我啊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嘛。那为什么要点这个烟花啊？因为浪漫。你怎么那么多问题？哇，太好了，他们两个终于要成了。我扛着猪也想要抱抱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谁是猪？我是。我要不是猪，怎么会陪你胡闹？我要不是猪，也喜欢你吗？小声，我听不见。我没说什么，我说我快坚持不住了。哎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我还没看够呢。你别动啊，你再坚持一会儿。你行不行啊？没的，没事吧？才这么一会儿，你就把我摔倒了。我怎么不行？你看。我还有二头肌呢，哟呵，真大，蠢死了！哎呦，你自己留着看吧。哎，美娜，你干嘛？你别追过来！等我一下，你别追过来！
帅哥，上车。头盔。哦。小车。我。啊啊。方翔，嗯，哎，没事，方翔，为元帅的贴身陪练，就会获取他的，放心。嗯，你确定？确定，一定以及肯定。元帅的木头脑袋里只有三件事情：吃饭、睡觉、训练。如果你能够成为他的陪练，他一定会对你心动。三、二、一，嗖！哎呀呀呀呀呀！我不敢。再来一次。三。二一走，终于可以搞，搞定了。是我啊。有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事，笑得那么开心。好事没有啊，不过好玩的人倒有两个。方翔还是元帅？哎，你老实跟我说，这两个你到底喜欢哪个？哇，都不喜欢。你觉得我信吗？你爱信不信你。反正我现在爱情是不会去想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的把我漫画完成。赶紧回房间睡觉。我不去。你够了！这几天你闹也闹够了，该做的事你也做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连你也凶我，别人嘲笑我也就算了，你是我亲哥。为什么连你都要嘲笑我？我没有嘲笑你，
唐林，我从小就把你捧在手心里，送你出国留学不是想看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喜欢那个严兴成，一定要跟他订婚，我都顺着你。但是他现在跟别人在一起，你依旧对他念念不忘，那你算什么？我唐琪是这样教你的吗？教出你这样的妹妹吗？所以你也觉得我给你丢脸了是吗？我喜欢他，跟他订婚，被他甩，让你觉得丢人了是不是？我是不配做你的妹妹，我走，我走行了吧？唐林，唐林，唐林，你给我站住！被人甩了，是我的错。跟严兴成订婚，也是我的错。给刘光丢脸，还是我的错。就笑我吧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全身上下我就是一个错误。唐玲，你没事吧？你也是跟他们一样来看我笑话的，对吧？看我被人甩，看我在订婚宴上被人抢走了新郎，是不是特别好笑啊？嗯？唐林，你别这样。你让我别这样，那你们想让我怎么样啊？让我向全世界宣布我很好，我被人抢走了新郎，我特别特别开心，对不对？走开！我现在特别开心，我特别特别开心，我是全天底下最开心的那个人，行了吧？唐林，没有人在嘲笑你，是你自己看清了你自己。林木凡，我问你。喜欢一个人，会有错吗？
我喜欢一个人有错吗？我知道他是一个强大到不可捉摸的男人，我也知道我现在没有资格站在他旁边，可是我不在乎啊，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我也不在乎我哥怎么去反对我，我甚至可以不在乎他到底喜不喜欢我，我就是喜欢他而已。我喜欢一个人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就是喜欢他。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喜欢他，我喜欢他。热的，喝了你会舒服些。谢谢。其实，我有很多年没有晚上来过海边了。今天，还应该感谢你。唐林，别人都已经走远了，你确定你还要留在原地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一直觉得现在的你不是唐林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是一个特别雷厉风行，又骄傲又利落的女生。Celine 时尚工作室 CEO 汤林，接下来你一年的珠宝设计，我包你。当你跟我说你要千万购买我整年的设计的时候，我特别想答应你。真的？嗯。因为我在蓝海的薪资几年也没有千万呀，要不是当初答应了我爸要留在蓝海，我一定就跟你走了。老板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，不收。你还是笑起来更好看。你一直说，你很清楚严星辰是什么样的人。但我觉得，我也很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。你喜欢严星辰，你可以用尽一切的手段去追求他，但同时你又是一个有底线、有良知的人。即使你手里握着曼宁的底牌，你也并没有想大肆宣扬，你只是在默默地逼他们两个向你低头。只不过，爱从来都不是顺从心意的。人生不如意的事，
多到无法盘点，爱不到想爱的人，只不过是其中一件罢了。爱从来都是随机的，爱真的只能是随机吗？妈，现在庄稼乱成这样了，您能不能不要去那个什么狗屁公益会了？佳凯，你说话要有点分寸。我已经够控制我自己的了，庄稼现在这个样子了，您就真的可以不管不顾吗？难道说在您心里，庄稼不重要，蓝海不重要，还是我不重要？就算以往集团都是由大阿姨一家来打理的，我们母子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？那凭什么？凭什么只有大阿姨家的子女才有继承权？凭什么外公硬是要把庄稼送给他们？一个假的庄稼事件也就算了，现在然毅回来了，难道都要交给他们吗？佳凯，就因为我没有爸爸吗？就因为我是你不知道从外面跟哪个男人生的孩子吗？啊！从今以后，您没我这个儿子，我也没你这个妈。老板，要不要我把他处理掉？你以为他就这么好对付？咱任由他把整个集团摆了一道，未免也太嚣张了吧？是不应该让他太舒服。曼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接你下班。怎，你不想你的公司人看到吗？以后真的不能跟你闹，你下手可太重了。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哎呀，没事。我知道你以前睡着的时候，但是严先生，你想不想跟我去私奔？私奔？嗯。走。来，
你有驾照吧？怎么，怕了？我怕你开不好，会被警察以为你是酒驾。那就请严先生系好安全带了。开这么久，就是为了看夜景吗？才不是呢！我是要跟你私奔。哎呀，我是想和你一起看星星。你忘了我之前跟你说过的，只要一对情侣，他们能一起看仙女座粉红色的星星，他们就能一辈子都在一起。你笑什么？以为你会长大。她还是个小姑娘。沈曼宁，你干什么？哎呀，沈曼宁，你呀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些领结啊、扣子什么的都解开。你这是给自己背负了太多的责任。蓝海、庄稼，只要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是你自己，是我爱的人，也是爱我的人。好啊，以后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不穿这些了。那你有换的衣服吗？当然有了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那哎，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当别人的面就开始换衣服？还不是想看？谁想看了？我真的看了，啊，哇，没有啊，快点！以后的我都是你的。